除了你拍这个杯之外，最特别是这个哈，它里面的这个建筑很漂亮。你走进来，从这边看。但您可以看这种哈，每一户哈，它的楼梯都相连。哇！啊，当然有一部分已经拆了，只剩这个。啊，它最特别哈，已经可以当为台北市政府的那个我们所讲的那个城市博物馆哦，要留下一些东西，那个碑就很重要。那你看那个碑不是大理石，也不是以前人家用的石头，哦，那是以前比较旧的水泥哦，啊，去刻起来哦。漳州街检查宿舍，